好气哦，没有人喝过泡沫红茶，让我气死。哎，你觉得泡沫红茶就被发掘，冷知识吧？哎，你学现在在干嘛的？你知道吧？嫁去中国吧。对啊，毕竟他也40岁了、啊，你要他怎么样？安以轩本名吴文静，差好多。哎、欸，也姓吴。那安钧璨有姓安吗？不知道，查不到。本名他姓黄，安钧璨姓黄。没有人。因为安以轩跟安钧璨就是以姐弟相称吗？可是没有人姓安，不好搞。对，都没有人姓安的、欸。安宰贤，安姓艺人。有人姓真的姓安吗？安室奈美。安室奈美惠是姓安室 ，OK。安七炫啊，安在旭，他是韩国人才姓安的。对啊，安心雅，安心雅是本名吗？安心雅是，我不确定。本名安心雅姓廖，够了，够了，给我助手，给我姓安的，安心雅姓廖。但是安史之乱，安禄山是真的姓安吧？安禄山是真的姓安，而且安禄山不是外国人，胡人，他是外国人，胡人啊，安禄山是胡人，安禄山还跟杨贵妃大打炮。哦，懂。我跟你说，安禄山不姓安，安禄山不姓安，连安禄山都不姓安，安禄山本姓康，真的哎、欸，你们放过安吧。连安禄山都不姓安，不姓安，我要疯掉哎、欸！一个人姓安了，结果安禄山也不姓，笑到流汗。言承旭也姓廖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取一些怪姓？安、啊、因可能比较好记吧。好，那申东靖姓什么？应该不姓申吧？啊，申东靖姓李，而且本名会不会太李水清？我安心雅姓廖，真的生气。我最气是安禄山吧？安禄山姓康，安禄山给我用艺名，我为安禄山平反。他有改姓，他妈妈改嫁姓安的一个胡人，所以他后来才改姓安。他妈妈对对，他是真的姓安，他是真的姓安。他妈妈是突厥巫师，看起来超强的。有人问你当艺人要取什么艺名？我当艺人可能会姓香菇的菇吧？叫什么？要叫什么？菇桃，超难听的，超难听，难听死。对啊，不然叫什么梁金菇哦？错的，感觉是陈汉典演的，跟 Kimochi 老师一样。哎、欸，林依晨甚至也不姓林。他真的假的？林依晨姓就凌云彻的林，然后他说他是因为祖父来台湾的时候登记户口写错，才变成双木林。蔡依林本名蔡依林，蔡依林就是海西警察。萧亚轩本名萧亚芝，梁咏琪本名叫做梁碧芝。梁静茹也不叫这名字，真的假的？梁翠萍怎么回事？李玟叫什么？李美玲。我以为全部都不一样。李玟我觉得叫黄美芳，全部都是错的，不太可能啊。许茹芸叫许红秀，所以大家都会叫她秀秀。王菲叫夏琳，我全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刘亦菲本名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刘亦菲本名叫安峰，她才是真的姓安的人。干嘛改刘啊？哦，因为她父母离异啦。好好笑哦！我觉得好最气的是刘亦菲叫真的姓安，看你姓安对，最后发现真的姓安的不是刘亦菲。今天我找到一个姓安的，就是刘亦菲，算是一个好的 ending 啊。对，算是一个好的 ending， 毕竟连安心雅、安禄山都是错的。安禄山我才真的气死嘞、欸！好好笑。